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我想我们心里都会问，究竟我们还要等多久才能够回到正常自由的生活？究竟还要等多久我们才能够回到主的家，一起聚集来敬拜？在等候的日子，让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他做事有定时，他也要坚固我们的信心，因为他是我们的力量、拯救和盼望。常常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声我的歌，主都看顾，相信主能蒙福。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地，欢呼收割，相信主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平安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有福的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地，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永不离开。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因有福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灵有福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他永不离开，他永不离开。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目前无法聚集，但主耶稣的爱依然联系着我们，使我们能够同心合意，同心同行，继续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愿我们更多的彼此扶持，彼此带导和彼此守望，使基督的身体满足神的心意。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
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意，同心合意。让我们先求神国意，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意，同心合意。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意，同心合意。让我们献出神国意，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向这世界为主发光，可以寻求神国度蓝图，不在乎自己体贴神心意，使用我们走遍世界各地。同心合意，同心合意。放下自己心里，伟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意，同心合意。让我们先求神国意，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让我们先求神国意，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让我们将自己全然献上，蒙主使用。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时常爱中靠主，天地我在主面前，一切全献上，献于爱。
赐我一生福气，一次全献身。请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天父，这是我们敬拜你的时刻，我们存谦卑的心来侍奉你。主啊，你是圣洁的，你说若我们心里注重罪孽，你必不听。求主借着耶稣的宝血再次洁净我们，让我们众人守节清心朝见你。主啊，求你赐福今天的崇拜，我们专心等候你，静听神慈声。求主使用瑞晨传道所传讲的信息，牧养主你的群羊，你的话带着能力权柄，让我们降服在你面前，兴起我们预备遵行你的旨意。求主的圣灵引导我们行义路，在生活当中，在岗位上，都成为你的见证。让我们今天的崇拜成为馨香的祭，达到你的宝座前。仰望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正道经文取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二到第二十二节。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主里平安。首先，我要仅代表教会向所有的父亲和属灵父亲献上祝福，祝福你们父亲节快乐。今年的父亲节与往年的有点不一样，自3月28号开始，教会就开始了以主日崇拜在家的模式进行。在此我要感谢所有的父亲在这段期间的配搭，带领家人一起献上崇拜。今年父亲节让我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位，神特别赐给弟兄们身为父亲的身份。弟兄们，父亲是一个神圣的职责，因为父亲承担着养育、教导、管教孩子的责任。有句话说，子不教，父之过，这就是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不但如此，今年的父亲节也让我更多的思想天父上帝的慈爱，因为这一份爱让我们这群来自不同背景的弟兄与姐妹
可以在主里相识、相交、相爱，这是神所喜悦的事。而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建立合神心意的属灵大家庭。今天我将从三方面与大家分享：以爱相待，以主为乐，以神为首。在这里我想给大家一个建议，若大家有时间的话，请把帖撒罗尼迦前书从头读一遍，一共只有五章，不会很难，因为这样我们将能够更加了解保罗当时写这封书信的用意和处境，同时也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明白神要借着经文对我们说什么。我相信你们可以做得到的。现在由于时间的关系，请大家继续把圣经打开，因为我不会一一的重读每一节的经文。传道今天也许也会讲的稍微比较快，但是别担心，因为这是录制的视频，你们可以在家重复的听，重复的看。好，现在我们就开始。第一点，以爱相待。保罗在第十二至十四节发出了两个诚恳的请求。第一个请求就是劝你们敬重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原文中敬重这个词有着知道认识的意思。保罗也进一步解释了谁是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治理你们、劝诫你们。若以我们现今教会的处境来说，中间劳苦的人就包括了教牧人员、长老与执事。经文里的三个动词劳苦、治理和劝诫所指的是同一群人，而非三群人。第十三节，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经文里的爱心是指那无私的爱，就是让别人宁愿让别人得到好处而愿意牺牲自己舍己的爱，原文叫 agape。 换句话说，保罗要带出的意思是以最高的敬意和无私的爱来对待这些在中间劳苦的人。保罗也极力为教会领袖因受到格外尊重而辩护，并非是因为这群领袖是有崇高的个人身份或者是社会地位的人，而是因为他们劳苦做主工，尽其所能的推展教会的事工。可是有一句话说，顺德哥来施少益，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把尺，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够迎合人的心，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完全得到别人的好感。这也就解释了世界上没有一所完美的教会，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也只有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世人才能够得以从罪中完全被救赎出来。换句话说，因着我们都不完全，我们的软弱问题就容易产生了。最容易最常遇见的就是意见不合，有人的地方就有人事问题，在公司如此，在家里也是如此，甚至在教会也都无可幸免。这就造成了教会领袖动辄得咎，也就是说动不动就受到责备，无法把主所托付的事情做好。在这里我想大家思考一下，我们前面所提的中间劳苦的人，其实都是弟兄姐妹按着圣灵的引导迫切的祷告祈求而推选出来的。既然是我们自己推选出来的人，理应就应该在属灵的事物上放手由他们去带领，由他们去处理。而我们呢，弟兄姐妹应当做的就是以格外的爱心尊重他们，以最高的敬意
和无私的爱来对待他们。接着在第十四节，保罗提出了第二个请求，由于世上没有一所完美的教会，就表示了有不足的地方。保罗意识到教会的领袖的权威有可能就会遭到一些人的抗拒。请容许我这样说，这样的形容说，这些人是不负责任，不愿做主公，好管闲事，而且还不断搅扰教会和睦的人。因着这样的事情发生，难免就会引起一些爱主教会的人感到灰心失望而灵性软弱。教会领袖面对这样的情况而无法有效地行使应有的权威，那要如何回应呢？保罗就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我们要忍耐，不要带着报仇的心态，而是要彼此相待，追求良善。若要以一句话来总结这几个点，就是你们要彼此和睦。其实这里的忠告不单只是对着教会的领袖所讲，保罗的忠告也是对全体教会的人说的。意思是说，虽然教会领袖们都有着治理和劝诫的责任，但却不是只有他们有义务去做，所有的领袖、所有的信徒都必须要分担应有的责任。每一个人都应该随时准备去帮助不守规矩的人，以及那些灰心和软弱的人。怎么帮助呢？就是鼓励他们，帮助他们跨越困难，继续在信心上坚定地跟随主。就有人说，虽然撒旦借着疫情关闭了所有的教会，但是上帝借着疫情不但复兴了现有的教会，而且还在每个信徒的家里兴起了无数的小型教会。自从疫情发生到如今，虽然我们到今天还是无法参加实体崇拜，但我要感谢主，因为今天我们还能够以这样的方式一起在线上崇拜。在这里我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感谢所有的教牧长子的劳苦辛劳。过去他们在多方面不同探讨一切可行的方案，以致我们如今可以继续以线上的方式参加主日崇拜，这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这都是经过许多在我们中间劳苦的人努力付出的成果。同时我也要向一群默默在台前幕后参与服事的，一同劳苦做主工的行政同工、组长以及其他事工的负责人致谢。这些人的名字你都认识，你也知道，传道今天要你们做一个简单的任务，若你们知道和认识他们是谁，不妨打个电话或传个简讯给他们鼓励与肯定。就如说，谢谢某某弟兄，谢谢某某姐妹，主赐福于你，加油。我很感恩神借着这样的一个疫情，把我们所有的人狠狠地摇了一下，也摇醒了一切在睡觉的信徒，因为我们过去太过舒服了。在教会服事的人来来去去总是那几个，因为其他人都在扮演客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心中一直有一句话想对大家说，牛顿生命堂这个属灵大家庭是属于神的，是神的家，这个属灵大家庭也是属于你和我的，因为我们在主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是主人，只有那些新来的朋友才是我们的客人。建立这个家是每一个人都要负起的责任。我还记得有一首歌《爱我们的家》，歌词是这么写的：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
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弟兄姐妹，请记得，建立合神心意的属灵大家庭，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要以爱相待。第二点，以主为乐。上星期的正道经文，周牧师分享了三大信德，就是信、望、爱。在这里，保罗也同样向帖撒罗尼迦教会发出了三合一的劝勉：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若是大家了解保罗当时的情况，你就会发现和我们如今的所处的情况有点相似。当时保罗从腓立比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之后，来到帖撒罗尼迦传道，后来又被指控他们搅乱天下，就被迫漏夜赶去比利亚，再被送去雅典。为何保罗还有那么大的勇气和心智劝勉在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呢？不懂大家还记得这张图吗？在家隔离第13天，体温正常，呼吸正常，饮食正常，体重异常，精神失常。我说我们跟保罗有点相似的地方，就是最近政府施行阻断措施，所有人被要求留守在家里，一关就关了50几天。我知道有许多的人真的有被关到要精神失常了，不然过去的周五街上就不会突然出现那么多的人潮了。对我来说，我本身也是有点受不了，24小时在家照顾2个年幼的小孩，我们夫妻俩都差不多要发疯了。使徒保罗在腓立比监狱也被关了一段日子，有人就这么认为，他应该是被关到疯疯癫癫的，于是他说了这些反常的话。同样的，今天我们听到一个像保罗这样屡次遭受逼迫患难的人，却还劝别人要常常喜乐，不免会有点惊讶，对吗？其实保罗他早已学会了忧患和喜乐可以并存，他在患难中总是欢欢喜喜，所以他以恒常的喜乐来鼓励遭受苦难的教会和信徒。在他的监狱书信腓立比书中第4章4节，保罗还劝勉信徒，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接着第2和第3个劝勉就是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同样的，也是令我们难以理解，特别是当我们还处在患难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基督徒祷告的态度应该是持之以恒的，按时祷告，在必要时祷告，在毫无准备下马上祷告，因为祷告就是享受与主耶稣沟通，支取力量与安慰的时候。而凡事谢恩本应是基督徒该有的情感，保罗早已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道理，以致保罗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环境，是祸是福，凡事都能够赞美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常常喜乐，不住祷告，还有凡事谢恩，不单是良好的习惯，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当我们不断地操练这三合一的良好习惯，就是在遵行着神的旨意了。遵行上帝的旨意并不是高不可攀、难以达到的事情，问题是我们
愿不愿意如此做而已。保罗的生命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活生生的榜样，证明遵行神的旨意是可以做得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第二个条件就是以主为乐。来到第三点，以神为首。19-22节是保罗在本段经文中最后的一个劝勉。在这之前，我想带领大家回顾一下耶稣复活升天前对门徒所说的话。使徒行传一章，请大家留意屏幕。第4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第5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日子，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子、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第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接着耶稣在升天后，第2章2节，突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保罗在19-20节提到两个不要做的事情，在21-22节提到了3个必须要做的事。在刚过去的5月31号五旬节主日，我们敬爱的陈世清牧师就以加拉太书5章的经文《圣灵的果子》跟我们讲解了有关圣灵的属性和勉励我们如何依从圣灵行事的生活。那天牧师就提到一节经文，5章16节，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下面圣灵的感动是指阻止他在我们中间工作，限制他并妨碍他。很多时候从肉体的情欲所带来的罪会消灭圣灵的感动，传统习惯也会消灭他的感动，不和睦也会消灭圣灵的感动。有人曾说，冷淡的表情、傲慢的言语、沉默、漠视不理等等都消灭圣灵的感动，冷漠无情的批判也同样会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再看下去，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当我们藐视先知性的讲论时，我们也同样在消灭圣灵的感动。旧约时代的先知被召成为神在世人当中的代言人，就是向神的百姓宣告他的心意和计划。而在新约时代，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了。按照圣经的基本意思来说，预言就是说出神的话。预言的另一个意思就是表明神的心意，就是在圣经里所揭示的。简单的结合以上的两点，顺从圣灵的感动和听从先知性的讲论，也就表示了神是信实的其中一个象征。因此圣灵的感动和先知性的讲论，这都是圣灵的工作。若这都是出自圣灵的工作，我们为何要消灭和藐视呢？那我们要如何分辨哪些事是出自圣灵的工作呢？保罗给了我们3个很好的提示，就是凡事都要查验，每善的事要持守，恶事就要禁止不做。
问题还是有啊，如何分辨什么是美善的事，什么是恶事呢？比较容易和可靠的方式，就是从圣灵的果子里九种的属性，也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去验证。若你从开始一直都有细听在听我在讲，今天的主题经文当中也都涵盖了所有属灵果子里所有的属性。我帮大家整合了圣灵果子和相对的经文出处，大家稍后可以慢慢的去查看。总的来说，要查验是善或是恶，就是要以神的话为首，以圣灵为准。来到今天的结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如何活出静听神持身，细听人心声呢？就是要以爱相待，以主为乐，以神为首。这也是建立神和神心意的属灵大家庭重要的基因。一个和神心意的属灵大家庭，就是一个以爱相待，以主为乐，以神为首的教会。我再说一次，一个以神和神心意的属灵大家庭，就是一个以神以爱相待，以主为乐，以神为首的教会。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也是一个蒙神赐福祝福他人，并且努力完成大使命领人归主的教会。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也就是将信仰落实在生活，生活中富有使命感的基督徒群体。最后，我想带领大家以和神重新合一这首歌作为我们向神的回应以及向神的祈祷。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胜过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向着世界为主发光，何以寻求神国度蓝图，不在乎自己，体贴神心意，使用我们走遍世界各地，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胜过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让我们先求胜过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但愿我们心里所想，我们口中所唱的，能够达到主的面。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而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主里平安。现在是祷告的时光，我们为着以下的三项事情来祷告。第一项，为教牧团与办公室行政同工感恩与祷告。
自防疫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改为线上崇拜。在过去的日子，超过35位的弟兄姐妹协助预备制作线上崇拜。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每一位，将恩赐献上成为活祭。第二，为今天所领受的信息和神心意的属灵大家庭感恩。求神帮助我们在教会大家庭操练以爱相待，以主为乐，以神为首，在属灵生命上以及与所蒙的恩召上操练，在众人以为真善美的事上多结果子。第三项，我们纪念主日崇拜后的团契。有许多弟兄姐妹不单参加线上崇拜，也在会后参加线上小组团契。求神带领保守弟兄姐妹在信仰的道路上彼此建立信心，在团契中彼此细听人心声，在新常态的环境操练彼此服侍、关怀、代祷与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最后，我们以主祷文来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是家事报告。崇拜在家，耶稣说时候将到，现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主日崇拜，无论是个人或是与家人一同敬拜，都诚心在上帝面前等候，每次崇拜都全心参与敬拜赞美，同心祷告，静听神慈声。第二，奉献。保罗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着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兼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奉献是基督徒的本分，我们可以以用四种方式奉献，寄支票、转账或者现款。我们也可以使用 PayNow QR 码的编码奉献，请参考崇拜程序。第三，个人需要。圣经说圣徒缺乏要帮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过去的防疫期间，是否面对生活、工作、经济或信仰方面所面对的困难，或者生活上的个别需要，请你联系任何一位教牧同工，还有小组督导或者小组组长。谢谢。请我们领受祝福。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阿们。